根据科学的数据，根据我们各地县市长、立委及立委同提名同志大家共同的意见，我在这边庄严的宣布，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。谢谢大家。侯友宜同志是除暴安良的英雄，是领导80000警察大军的警政署长，是服务我们新北市400万市民13年的施政满意度最高的市长。他不但是正义的化身，是人民的公仆，更重要的，他有宏观远见的领导力，不但具有领导力，具有协调力，侯市长有坚强的意志，更有温暖的爱心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们本党提名侯友宜同志，因为我们共同相信，我们一定能够团结一致，共同来捍卫中华民国，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，维护两岸的和平，共同为台湾人民拼好日子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心。为台湾人民拼好日子是我们共同的决心。感谢这段期间所有辛苦努力的好朋友跟党内的同志，我们用所有的努力心血，共同来整合、来协调、来团结。我更要感谢郭台铭董事长，他展现出一位国际级企业家的远见，更坚定爱我们的中华民国，爱我们的民众。他跟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打拼，今天更展现出他的气度，跟我们大家要团结在一起，坚定的来支持，全力的来支持我们提名的侯友宜同志。我相信郭董事长一定是我们蓝军最重要的领袖之一，也是我们重返2024重返执政最重要的伙伴。我们用掌声谢谢郭台铭董事长。谢谢郭台铭董事长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好朋友，为了台湾人民能够过好日子，为了下一代的幸福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，为了两岸的和平，国民党一定要重返执政，让我们大家放下小我，共同创造大我，为了全台湾的民众，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，我们一起团结努力，团结胜选，大家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共同组成最强的战队，共同团结胜选。今天是中常会，我们通过征召侯友宜市长及7位立法委员同志，这一个星期六5月20号早上10点，我们在中央党部要请我们总统提名同志及所有立委及立委提名同志、各县市长、
跟我们党务干部、中常委们，我们齐聚一堂，我们共同团结誓师，让明年的520国民党重返执政，为台湾拼好日子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征召的侯友宜同志到前面来，谢谢大家。欢迎侯友宜同志，总统征召同志跟主席共同在台前双手紧握，象征为台湾人民拼好日子的决心，象征赢回中华民国的决心，象征重返执政的决心。这是我们的使命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侯友宜，我们要为我们总统征召同志来加油动算。侯友宜动算，侯友宜动算，侯友宜动算，友宜友宜友宜动算动算动算。